答应我鸡胸肉不要再水煮了，快让你的男朋友记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加入去腥三件套，煮熟后捞出，找对象帮个忙，撕成鸡丝，加入屏幕上的配菜和调料，抓拌均匀。黄瓜丝和胡萝卜丝可以很好的增加口感，让鸡胸肉没有那么柴。香辣可口的手撕鸡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上次的虾片汤有5000多万人看过，我听取了你们的建议，把它做成了真正的虾片，他超喜欢。快让你男朋友做好笔记哦。处理好的虾加入屏幕上调料，抓匀腌制10分钟，案板上撒上面粉，敲打520下，就会变成这样的半透明状。炸到虾片变色，表面变得酥脆，不管是撒点辣椒面还是沾着番茄酱都特别好吃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要是女生爱吃的东西里面肯定有猪蹄，这可是猪蹄最简单的做法了，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吃的黄豆焖猪蹄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猪蹄一定要焯下水，加入葱姜料酒去腥，加入大葱、姜片、干辣椒，还有提前泡好的黄豆，还有一包黄焖酱汁，其他的就不用加了。啤酒可以很好的让猪蹄变得更软烂入味，这么诱人的猪蹄你不心动吗？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今天终于不用洗碗了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盐焗鸡腿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再来点油抹匀。评论区有很多人说没有对象，那可以在评论区下面找一找呀，说不定我也能当一次月老。包好的鸡腿可以用锅蒸，也可以进烤箱烤，打开的一瞬间香味就飘出来了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柠檬鸡翅，没有男朋友的请自行动手。说到烤鸡翅，大部分人反应都是奥尔良，今天搞个不一样的，柠檬记得要去核，要不会变苦哦。给腌好的鸡翅放上大蒜枕头、柠檬被子，放进烤箱，上下火200度，让它睡上25分钟。这样做出来的鸡翅清爽不油腻，还鲜嫩多汁。这是前两天一个小仙女私信推荐的，我特别喜欢这种多拼的，一次性能吃到好多种口味。五谷凤爪也很好吃，鲜嫩 Q 弹，酸辣入味。这是粉丝给你点的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炸酱面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找闺蜜动手哦。酱料都已经打在屏幕上了，关键就是这一勺豆瓣酱。我觉得拌面拌得好的男孩子应该都有对象了吧。淋上调好的酱汁，翻炒均匀。再来一点点睛之笔黄瓜，一口气我可以吃掉3碗的炸酱面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家里的花生米不要老是炸着吃，一定要试试这道醋爆花生。做法非常简单，首先将花生米用温水浸泡2小时，加2勺醋、2勺生抽、1勺蚝油、1大勺糖、适量香油，姜蒜片、小米辣，再来点香菜段，倒入泡好的花生，搅拌均匀即可。学会这道醋爆花生，全家夸你是大厨，赶紧做起来吧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家里买的黄瓜别总是啃着吃了，你就像我这么做，酸辣脆爽，特别开胃。黄瓜给它1分为2，2分为4，去掉瓜瓤，切成粗粗的细条，放入盆中，撒入一大把盐，用我性感的小手抓拌均匀，腌制30分钟，杀出水分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清洗一下，然后控干水分，放入小米辣、姜蒜片、干辣椒、18粒花椒，1勺热油激发出香味，加2勺生抽、2勺陈醋、1大勺糖，有条件的来点香菜段，搅拌均匀，腌制10分钟就可以开吃了。这样做的腌黄瓜酸辣脆爽，非常开胃，是不是很简单？赶紧收藏试做吧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家里要是再买西葫芦，你就像我这么做，做法看一遍就会，清脆爽口，比肉还好吃。你要是学会了，全家都夸你是大厨。将西葫芦1分为2，2分为4，去掉中间的瓜瓤，切成这样的长条，放入盆中，加适量盐，用你性感的小手抓拌均匀，腌制10分钟，杀出水分，这样炒出来才不会出水。然后再用清水清洗2遍，洗掉多余的盐分后，控干水分备孕。锅中油热，下入9毛钱的五花肉，煸炒出油脂，加1勺豆瓣酱、葱姜蒜、小米辣，继续煸炒出红油，下入西葫芦，加1勺生抽、老抽、蚝油，少许白糖提鲜，大火翻炒2分钟就可以出锅开吃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赶紧收藏试做吧。
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不想做饭了，那就来一份简单的懒人焖饭吃吃。洗净的大米中加入一勺生抽、老抽，一勺蚝油、食盐和香油，一勺零粉藕的麻子，给它拌匀。我每天都在用新的小做菜，能否给一个小红心鼓励支持一下？非常感谢。加入玉米、腊肠、豌豆、胡萝卜丁、香菇丁、土豆，加水没过食材，按煮饭键即可。饭菜一锅出，太香了，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。